谢谢委员。工作单位报告，因为现在基准会会议时间已到，那也达到开会人数，是不是？由我们这边宣布开会。跟会上报告，今天委员会提了两个议案，第一个是请各召集委员互推一人为主席，是不是？请召集委员。好，是。那我就请。那我们就请那个我们李坤哲委员来担任今天的主席。是。好，又比一人是这个公推哈，那等一下会议记录下面我会大概简单说明。今天第二个是推各月的那个轮值委员哈，那我先宣读一下，然后这边有个请。好，请宣读议案内容。是。啊，有二，本会期第九届第七会期经济委员会召集委员叶金各常设委员会推举担任，敬请讨论决议本会。各月轮值召集委员人选。那工作单位报告，因为过去的各定一位都以往例由各党各推举一名啊，我们委员来代表抽签。那因为今天现场都是民进党委员，那我是不是建议主席是不是由先有民进党的委员来负责先抽签，抽完签之后再由主席代表国民党委员来抽其他的签。是。好，现在就先由民进党籍的委员来先来抽签。是不是推举我们籍的？好，现在请段立康委员来抽，七是什么意思？七月的是由我们。段委员先担任七月的那个轮月召集人，那么久，是好，委员再代抽其他的，是那个是不是再来？我们先，委员大概他刚刘建国什么不来？破坑嘞！哎，我引起两个有点那样。啊，不要了。刘建国，再来是不是请那个我们段委员啊，帮我们刘建国委员代抽？是。再来，我们是不是请那个，那个苏远，对不起，那我讲对吧？好好，那是不是帮那个？是。先，那个施一方委员就是由 S 请。施一方委员，请段立康委员代抽八号。好。那个你抽到无开会，先进进入。好，那个刘委员就自己签了。哦，来。你过不动嘞？不止蔡诗英吗？哎，还有蔡诗英呢。八月，四方委员。五月，啊，李委员是五月，那再请那个蔡世印委员。都掉到底下去，没有把它捡起捞起来。哦，这个不未婚啊，是啊。准备走的对。对，再来是那个，没有了，没有了。那次就没了。这一次没有，那次没有就没有，哦，没有了，对，只能抽一次。好，这是什么？就没了，就没有了，是，就不用，再不用轮了。好，谢谢那个我们段委员，再来是不是我们国民党的委员？是不是请？好，你来代抽，谢谢。首先请林伟洲委员哈，六月，再来孔文吉委员，没有。好，再来是请那个我们主席代抽高金委员，那就是三月，好，谢谢。OK， 好，大概就是，好，这个请那个委员这边宣读，好，宣读完之后，OK， 这边经在场委员决议。以抽签方式决定第九届第七会期107年三月至八月。是轮值，轮值人员大概多少？好，轮值人员，我简略报告。六月是林维洲委员，对，今年一。八月是施一方委员，三月高金素梅委员，五月李坤哲委员，七月段宜康委员，四月刘建国委员。那今天就这样子完成。好，今天会议完成，谢谢大家。那个，你那个签给我，那个我那个签，那个李远，请留步一下。
现在。可以了吧？可以了吧？